相信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，为了不让那些英雄遗留他乡，于是乡亲们请来了民间的巫师施展法术，使些英雄们回到了故土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当中，在祝福夜行的赶尸传说当中，让你继续聆听人间绝响。